好，得唔得？唔緊要，唔緊要。好，可以未？未好。好，是不是可以了？好，各位媒介朋友，各位香港市民，早前呢就住選舉主任是決定是不讓朱凱廸參與相關的選舉呢，民建聯是尊重和支持選舉主任的決定，而選舉主任呢亦都在做了決定之後，是將他決定的內容呢是都交給朱凱廸先生。咁其實我了解過相關嘅情況咧，總體嚟講，我認為咧係朱凱廸未能讓選舉主任信納。朱凱廸咧佢係真心實意擁護基本法，以至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主要體現喺幾部分啦。第一就係朱凱廸佢喺報名嘅時候咧，都係唔肯係簽確認書。如果你係真心擁護基本法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點解唔簽確認書呢？第二，喺來來回回嘅係查詢同埋回覆咧，朱凱廸亦都冇斬釘截鐵咁係否認咧，係自決咧係作為一個選項。咁大家都明白，其實喺基本法底下，自決咧或者完全自決咧，其實就係同基本法嗰個精神係不符合嘅，因為香港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一個特別行政區。我哋嘅政治發展咧，不可能係透過香港自決單方面去實施嘅。咁另外，我留意到社會上有一個討論啦。我亦都係特別想指出咧，我認為選舉主任係必須喺每一次嘅選舉嗰一度咧，都係好審慎咁去睇整體每一個候選人佢嘅言行是否係能夠讓佢去信納，真心實意咁樣去支持基本法同埋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咧選舉主任咧係有權咧係去接納以至係去否定佢嘅參選資格，呢、這個亦都係佢法律賦予佢嘅職責嘅。I think every election is esta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 think to be fair, it is expected all candidates should fulfill the same requirement. That is a very basic requirement. That is you have to show that you are basically support of the basic law. 但係又揾到可能去彈劾朱凱廸咧，而家嘅建制派喺議會裏邊嘅票應該都首先要澄清先。暫時去到現在冇任何議員同我講要彈劾朱凱廸嘅。我哋只不過話咧有新嘅進展咧，我哋建制定期都會係去開會去討論所有嘅新進展，所以咧係不能係排除任何嘅可能嘅情況。但你哋自己覺得即係佢而家俾人即係 DQ 之後，喺立法會嘅議席係應該都一樣，即係有啲進一步嘅跟進。正如我頭先講咧，暫時未有一位議員同我提到要係去。透過在立法會啟動彈劾程序而是去褫奪朱凱廸那個議員資格，當然啦，我們事實上建制派是未就著最新的進展而進行討論的，所以我們其實定期都會會面，稍後如果有結果會告訴大家，我希望大家也不要過分演繹。彈劾一個選項，我們既然未討論所有東西都 也不能夠排除。但你自己覺得即是我想我沒有補充了，在這邊麻煩你有沒有其他問題？頭先都講得好清楚啦，我睇翻成個個案咧，其實朱凱廸係未能夠好清楚透過佢嘅行為同埋回應咧，係讓選舉主任信納。簡單嚟講，如果佢呢、這個唔同言論自由無關，如果佢真係真心相信
真心擁護基本法同埋係願意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我只係問一條好簡單嘅問題：點解確認書佢都唔願意簽呢？點解選舉主任多次去詢問佢，多次詢問佢嗰個係佢是否同意自決係一個選項，佢不斬釘截鐵直接回答。我認為基本法底下這個不應該是一個選項，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看回整個過程，大家都會理解選舉主任的決定 是根據實際情況，以及已經給了朱凱迪是有一個回應時間。好了，我想我就去到這裡了，好嗎？謝謝。可以任何任何人。OK， 你不是回應了？不是。 OK。